Valerio? Deve essere più coraggiosa. Quanto sei scarso, Gianni? Andrea!
capelli come te! Oddio! Sulla massa, no, di più. OK， 现在呢，我从这个旅馆这里出来了，不是，我现在呢走回去了，因为那个AC 米兰球队啊，他们已经出发了。今天是4月6号嘛，然后他们今天跟尤文图斯有比赛，就晚上意大利时间7点钟还是6点钟，我不记得了，反正就那时间吧。拍了一些人，一个叫做马蒂尼，还有那个雷纳，他是这个 AC 米兰的非常资深的，应该是老球员了。其他的，我拍的那个嘉宾都是东南。不是很熟悉，不过就是对，就尽量拍了一些人嘛，也这种场面也不是每天有是吧？所以呢，对，哎，这个旅馆哦，很奇怪，有个中文的名字，看来应该是经常接待那些亚洲的客户什么之类的。